去做一些事情，因为虽然说那边现在很难到达，但是他们觉得说慢慢，虽然说他们已经也有汉化，可是他们有他自己独特性，就是各个族群融合的独特性，因为他们已经融合大概百年了，所以他觉得现在有很多像汉人的文化，或是不管手机啊或什么这些，或是传进来什么乌克丽丽之类，他觉得这些东西对于当地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影响，所以有年轻人他们想要回乡，就是带小朋友们去过他们以前过的生活。年轻人回乡，这位年轻人是什么族？大概，他是阿美嘛？阿美还是台湾？我忘记他是阿美还是台湾，但是他以前的工作是，就是因为他们很年轻都要出去外地念书工作，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教原住民舞蹈，他各个族都教。然后他为了要回去，因为他想说他就说他小时候超好玩。小时候他们没有手机，没有什么，就是玩大自然，玩大自然，就是去海边捡东西啊，或者什么。然后像他说，他就会分享说，他们以前可能部落里的长辈都会吃槟榔，他们吃的槟榔是真的，因为只有旭海靠海，是真的，是真的用那个螺磨成的石灰。因为一般可能是那种化学，就一般是化学。但是因为吃槟榔，我真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有人吃槟榔啊。槟榔其实厉害的是磨在里面的那个红灰了。厉害的是那个。对啊，所以旭海因为只有他们靠海，在那个牡丹乡的几个部落都是山上的，所以他们部落里的那个石灰是真的从海边捡的螺灰磨的。对，所以很多他说以前其他部落也都会来买，或者是说他们会去捡这些，然后卖给长辈。对，就是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的环境跟这个是一种产业，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都会吃，男女都会吃。然后所以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的生活，可是他出去工作很，他在74年次，然后回去出去工作回来之后，看到其实家乡有一些慢慢的改变，他想说回来带小朋友可能认识家里的这个部落的文化或者什么。你有吃过槟榔吗？我没有哎。有吃过吗？当然有吃过了。当然有吃过。以前在联合报实习社会新闻的时候有啊，酷吃过，很酷啊。对啊，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在第一次在吃槟榔的时候，我看大家都吐血，我不敢吐，我就吞到肚子里去，热死了。槟榔咬下去好热，而且槟榔会让人家忽然之间，你知道，比咖啡，对比喝咖啡比风更猛，一下就醒了。然后写稿的时候我要死一下。可是你连一定要在一直吐血的样子没有很好看啊。所以槟榔蛮猛的，很有趣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。对，但我下次去来试一下。好，所以当地人就要回归到，比如说最传统、最原始的槟榔的这种，你知道石灰的做法吧？对啊，或是就是这。